你们说啥？淘汰三人后才能建屋子？这怎么淘汰啊？用我的小拳拳吗？慢着慢着，好像有戏耶！这是天上掉馅饼了吗？免费送来两个大绿盒啊 ！Oh my god！ 哎，没得办法，工程就是这样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车见车爆胎。Nice， 红尘小提示，距离目标人数只差一名了。但免得那些拿着枪的豺狼虎豹，我怎么才能淘汰他们呢？用车还是用小拳拳？哎，瞧瞧瞧瞧，他们可凶猛啊！各位小老爷，给你们的小可怜点点关注吧。出球了！哟呵，哪里来的小老弟？耶，封印解除，物资通通都是我的啦！哦耶，手里有枪，心里不慌，开上车就直冲这个。漂亮！哟哟哟，这里的人民还挺热情的嘛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全图哪里人最多呢？可有比这个还热闹的啊？窗外的枪声暂且不管，补充装备才是头等大事。你已进入一级战斗状态，集合碾碎他们。妈呀，差点一命呜呼啊！我太难了。不好，我们被前后夹击了，看来是这满编队。大侠，给个打药的时间呗。拜托拜托。哎呀，我要没了，我要没了。小姨，撑住啊，你可是全村人民的希望。此仇不报非君子。叮咚，你的小可爱已经满血复活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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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胜利！这一下可以饱餐一顿喽！三级头，三级包，通通带上。感谢小哥哥们的慷慨支持，红尘爱你们哟！吃饱喝足，钱包鼓鼓，正当赶路，空投相助。这福气真是挡都挡不住啊！哇塞，狗杂耶！有了它 ，AK 就下岗喽。哎，这个房区有枪声，周围还停着两辆车。根据我驰骋沙场的经验，此事定不简单。我信你个鬼！哎呀呀，还不相信我啦？我给你们赌一包辣条，屋内肯定有人。瞧瞧瞧瞧，两个人呢。预备备，红尘小雷神已就位，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厉害。走你，一发不够就再来一发，别的没有，手雷管够。这种时候没什么诀窍，丢就完事了。我就不信他们还能钻地底下去不成。 Everybody 跟我一起冲呀。怎么有两个盒？我的手雷明明只炸到一人啊。嚯，原来被对面的小子呛去一人，胆子有点肥啊，看我怎么修理你。妈呀，这枪法有点东西，先摸索一下他的位置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嘛。预备备，出击。 Nice， 打完收工，向下一个阵地进发。在我们游荡的功夫，场上敌军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就剩最后一根独苗苗啦。不幸的是，我已经看见他啦。成功之敌哦，本次任务圆满完成，宝宝们还不快快下达命令啊。还有还有，带粉丝做任务是红尘的荣幸，我会和你们一起加油的。奥利给！